Today, I'm in Zhengcheng, meeting up with a friend who's going to take me for a ride. Let's get going.你的问题是吗好少少诶思文你来啦对对对就是跟苏阿姨们聊天啦这是我的朋友思文对我们出去田里面逛一下然后刚刚的问题呢头先有问题咧就我方头先讲嘅系嘛保证同大家解决水嘅问题同埋呢个田嘅农机嘅问题吓 其实我们的村民都是蛮可爱的，我们就马上要春耕了。最近都在开拓拉机爬田了，他们最在乎的也就是这个，怕错过这个农资。哦，就是中间的协调人。对，因为我们就是给他们服务的嘛。 第一次，所以我上这个农机车，真的好大呀！通常来讲，这种小型的话，我一天可以作业五六十亩。传统人工的话，用牛来去耕的话，它可能一天只能耕一亩田。我们那种大型的呢，一天可以去到一百亩。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利用自身的一些农机装备呢，去把一些。 村民们不耕的田全部呢都承包了过来，我们给他地租，然后呢我们帮他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复耕，过我们的一个全程机械化的一个生产托管服务呢，那他就可以实现一个适度规模经营，然后可以就一个农户传统的农户呢，他也可以承包一两百亩田在种植，以前一两亩。 大河生翻了，帮我哋啲村民就用啲火艇全部都整下佢，我哋又有情收啦，佢又整一些水稻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开心，好高兴，所以都欣赏佢。咁嘅细嘅小大只仔能够拣得起啲田咩？咁样，后来咧佢拣到啲田整得非常之好。 吓，所以都嗰啲村民咧非常之满意。佢作为啲嘢咧，即系帮到香港解决到问题。嗱，佢几肯都系佢大家都系帮完大帮完何方嚟，佢都有用光佢嚟做，系嘛？佢将话佢带头，佢带得好啊，系嘛？我知道你之前在深圳工作，啊，是什么会让你选择就是从这个行业就回到家乡？主要还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对，因为他现在其实年纪也有点蛮大了。 年纪大了，然后呢，他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可以回来农村，可以帮他一起经营这个合作社，把它做强。一两亩，佢就睇到啊，咁简章噶咁啊，佢就第二路咧，佢就话咁啦，你呢呢方面一定要提前嚟，打，你机啊人啊，整下喺度。你刚回来的时候。 中间其实也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主要是我们之间呢，新老一辈两代人的一些思维模式，还有沟通方式呢，就会很不一样，要让合作社更加规范起来。 有打算就是在两会上为农民们提什么样的问题呢？ 主要还是围绕着，就是农机手的技能培训，职称评定，还有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基础公共服务管理等一些建议。对，就是我希望说未来，就是我们社会各界还有各级政府部门呢，都能关注和支持我们这个群体。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肯定每天过得。 还蛮做很开心，<笑>慢慢沉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成为一名新农人哈，他其实不比这个白领这个简单。你要回农村来，必须是有要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回到农村来做耕田。